黑暗荣耀第一季大结局，慧婷跟着东恩来到寺庙后面，随即二话不说直接跪下，他开始为以前的事情道歉。东恩拿起一旁的烧火棍指到他面前，慧婷被吓得倒在地上，把火棍扔到一旁，这是作恶不是犯错，而他以前每天都是被这样对待的。见祈求原谅不成，慧婷原形毕露，东恩扔出他的手机，他现在比慧婷他妈还了解慧婷，为了能顺利和太绪完婚，慧婷答应下来以后就是东恩的狗。东恩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先给失踪的孙明悟报警。他拿着画走向远处的载俊，滴着眼药水的载俊让他回想起高中时期，天空下着瓢泼大雨，东恩被迫站在雨中淋湿身体，载俊看着透明的衣服，嘴角微微邪笑，东恩连忙捂住胸口，孙明悟让他赶紧把手放下，直到老师在楼上警告，载俊拿起伞提醒他不用再喝草莓牛奶了。东恩在雨中内心崩溃大哭，这一刻起就没有自尊可言了。载俊提起当年的梅雨，东恩直接给了他一巴掌，他惊讶东恩胆子这么大了，继续问起他身上的伤疤。东恩还想动手，被他紧紧抓住，撩开衣服一看，熟悉的伤疤还在，他变态的在上面呼气。见他提起义律的事，东恩直接表明牙刷就是他送的，如果想要义律能帮他的不是颜真。见到这么有趣的文东恩，载俊放下凶狠的脸色，东恩把义律的话送给他转身离去。厕所里东恩反胃的呕吐着，不停摩擦着刚刚的手臂，内心的恐惧从没完全消失过。忙昏头的颜真帮女儿洗澡时才得知道英去了学校，令他震惊的是载俊居然也在那里，道英单独约见了慧婷，他想知道颜真和东恩到底是什么关系。被教训过的慧婷自然不会隐瞒，颜真在高中时期欺负过东恩，道英疑惑是校园暴力那种吗？慧婷摇摇头，比那更加恶劣。颜真初次找到东恩，要他帮忙打扫厕所，而上一位尹素喜已经转学，东恩变成了他们迫害的对象。被拒绝的颜真一巴掌扇去，不识抬举的东恩被孙明悟一脚踹翻在地，不愿透露更多的慧婷直接拿起礼物走人。道英深沉地皱紧眉头，现在他知道东恩口中压上全部人生的赌博是什么了。他来到棋盘公园想缓口气，在这里的汝正早已等候多时，借着和老头们脱身的理由，他和道英在一旁下棋，不停看着手机的他还没整理好头绪，得知汝正搬来这里是为了帮某人报仇，道英笑着说道，在韩国报仇可不容易，又不能用枪。대신칼이죠총은멀리서도쓸수있지만칼은근거리까지가야하거든요상대방의눈동자속에내눈동자가비치는그거리까지가서汝正笑着解释自己网飞看多了，拿出诊所的名片介绍自己。回到家里，道英和颜真问起东恩的事情，颜真笑着解释和东恩有些误会已经和解，道英问起是如何和解的，颜真这时认真起来，他不在意道英听到了什么，他全方位都在道英喜欢的点上，既然如此就不要打开不该打开的盒子，他也会保护着义律不受到伤害。沉着脸的道英把头抬了起来，一有磨合的念头可就止不住了。载俊找到颜真让他了结这段婚姻，他来当义帅的爸爸，颜真趁着机会换换老公。颜真无语，他真的疯了。载俊问出直击灵魂的问题，颜真真的爱和道英吗？这时颜真才认真想起这个问题，原来他是真心爱着道英，面带笑容的载俊直接懵了，哎呦你干嘛。颜真脚上长长的伤口让佣人要来了双氧水，不停擦着那双绿色高跟鞋。这时申英俊打电话过来，一个女人正在里面洗澡，椅子上放着绿色包包，这人又是谁呢？颜真翻阅着东恩退学后的信息，上面优秀的就像模范公民。这时他想起东恩最大的加害者，他的母亲郑美希，此时他正在疯疯癫癫地吃着苹果。东恩好奇为什么汝正家门锁密码是3724，汝正的笑容瞬间消失，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院长来到监狱里面，3724正是犯人江永天的编号，他认真地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行。院长前不久才得知这该死的杀人犯一直在给儿子写信，江永天绷不住表情笑了出来，他从来都没忏悔过，他这么做只是因为无聊。在得知慧婷报警后，两个女人开始撕逼大战，莎拉平时都是从孙明悟那里拿药，要是因为慧婷被调查出来，莎拉阿西吧真的会杀了慧婷这个贱人。东恩带着满满一袋钱给大婶，大婶顿时目瞪口呆。东恩嘱咐美元和韩元分开存，他会送善雅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他会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大婶没机会吃上四菜一汤的同时也会失去善雅。大婶惊愕的说不出话来。颜真来到伊甸公寓71号，他再次确认东恩地址正确吗？颜真转头看到明亮的别野，这里可就在他家对面啊。道英拿出照片再次比对起来，这时他拨通了一个电话，东恩提着包包到棋盘公园，道英已经坐在了对面等候多时，他知道道英肯定有很多疑问，道英却开口关心地问道，不冷吗？显然他已经迷上东恩。나한테바둑을가르쳐주신변호사님이계신데자넨태어나면서부터흑도를양보받은사람이라고
그래서난늘남들보다유리하고쉬웠는데지금이대국은너무난전이네道英确实有很多疑问，但他想先听听东恩怎么说。颜真使用超能力让开锁师傅开门，面对一旁的监控咧嘴邪笑。打开门后，颜真进到漆黑的屋子里，墙上贴满了武松的照片，从小到大密密麻麻，他们父母都没有东恩的照片多。颜真震惊地看着四周的照片，东恩大方承认是故意接近道英，他后面喜欢上了围棋，就像建房子那样。他本来的梦想是当建筑师，见道英掏出照片，东恩表示他挑了一张最好看的。나는것같은일부러접근했으면느낌상아주가까울것같은데각오는됐어요당해봐서아는데각오로했어도이런폭력은많이아파요颜真点起烟抽了起来，他后悔当时做错了，应该直接杀了他才对。这时房门突然打开，颜真冷笑着转过身，却突然愣住。东恩回到汝正家里，汝正此时来到天平间尹素喜的柜子面前，他打开柜门往里看去，里面居然没有他的尸体。颜真惊愕地看着面前的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老公和道英。看到两旁的照片，她还是有点震撼。东恩坐在棋盘前落下黑子，这盘关于复仇的棋才刚刚开始。第一季完。